第一学期班级才艺竞赛正式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阿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本次举办班级才艺竞赛，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多元学习，让学生对班级有更多的认同感及归属感，提供给学生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，展现出不一样的自我。表演时间为5到6分钟，评分标准是分3大项，分别为演出内容、表演技巧以及表演创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本一零班所带来的歌唱及舞蹈表演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！等一下，我看到你们都嗨起来哦！我要送你这次交通玫瑰花，我带出新来的为何一天，我爱你，我愿意，你不用怕，今天起心甘肃喊你家就是我。环境氛围。